的引擎声一大早响彻整条高雄市运大道，一辆一辆重机陆续集结，大家的车身上都挂着国旗，还有人全身国旗装，一片旗海十分壮观。中华民国的国庆，那大家值得来庆祝一下。这是高雄重机骑士们举办国庆庆祝活动，要集结超过400辆重机一起出发前往内门紫竹寺，各式各样的车型排了一整排，闪闪发亮，其中不乏特殊车款。我们每一年都参加，我们今年参加第四年的是印第安 Scott 1200cc 的，那我先生的是哈雷。这对夫妻档，太太骑的是印第安 Scott 1200cc， 新车价近百万；先生骑的这部亮橘色是哈雷 CVO 1800cc， 价格200万起跳。因为车头形状气势十足，又被车友昵称为“牛头”。另外一部有着“公路二轮之王”称号、亮眼的车头灯，被昵称为“鲨鱼头”。哈雷 CVO 1923cc 要价近300万。是我们一直都有参加类似这样的跟国家有关系的一些生日啊，像我们823也有去环岛。现场十多个车队，超过400辆重机，总价超过2.4亿，要启程前往内门紫竹寺吃半桌庆祝，满满旗海加上壮观车队，实在让人大饱眼福。三立新闻黄志忠、古福仙高雄报道。